男装咧就成日介绍得多啦，而今集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只唔使换电而且性价比极高嘅一款女装手表啊！再一次欢迎收睇 Anytime 呢个频道，中意呢条片嘅记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出去。冇错，今日就系要同大家分享呢一只星神女装 L Series 嘅系列啦。咁呢一只 L Series 嘅系列咧就比平时啊嘅女装款式多咗少少嘅特色喎。在把的方面，它会有一个蓝色的水晶。如果喜欢一款简洁大方得体的手表，这一款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来到表带部分，相信大家戴手表都是希望方便又快捷的，而今次这一款手表就采用一个蝴蝶扣式的设计。这只手表叫做 L Series 的系列，当然有它的 iconic 的一样东西。没错，最 iconic 的一样东西就是它秒针有个细细的鸟巢 L。一款好的手表斋好看是未够的，还要看它的内涵。而今次这一款的手表就采用一个 Eco Drive 的模式，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搭配了这个星神的 Japan Movement。这款手表还有五个巴的日常生活防水，平时洗手啊、落雨啊就不怕整湿只表啦。不知道大家又对这款手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 comment 告诉我。最后不要忘记 like、subscribe 和 share 这条片。如果想了解更多手表最新资讯，欢迎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这里是香港专业讲手表的频道，我们下集再见。